来来来，司机呢？司机，司机，司机！二妹，这司机一时不知道去哪里了，那咱们先聊一会儿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二妹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粗俗之人，我对你不会有任何的不轨。我只是觉得这么安静的地方，咱俩难得坐下来聊聊天，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。我没有时间。二妹，一个人有没有时间，那得看他到底想有没有时间。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，我就喜欢你了，真的。我天天都想见到你，我吃饭睡觉走路都想见到你，我天天在想你，二妹，你放他，你放了他，你再不放他，我砸你的车！姑奶奶，使不得，千万使不得，这可是石老爷的车，你砸碎了我吃不了兜着走啊！你还知道害怕？我告诉你，你再打我妹妹主意，我砸你的车，烧你的房子，废了你个畜生！姑奶奶，别，这开个玩笑，何必当真呢？这开个玩笑啊！二妹，再见。你滚！